大家好，我是 Christy 啊，圣诞节就嚟嚟咯，我今日咧谂住喺度做一个50波波10抽，希望可以抽到泰来啦。之前咧我由笑嘻嘻泰来啦，到而家都仲用紧，跟住有一次咧抽到哈哈笑泰来啦，仲有其他嗰啲不知名泰来。咁今次咧呢个 Saka 日本代表嘅热血泰来咧，我都好希望咧可以集咗佢有嘅。咁咧而家试下抽啦。最近咧有嗰啲$8嘅，我最心爱嘅有上波波啦，买咗三次之后咧就有15个，都系$24，超抵。如果未买嘅朋友，记住快啲买咯。同埋近排咧，我个神抽好似有啲失灵，我完全 feel 唔到嗰个抽波波个气。嗱，佢有星星，但佢蓝箭嘴，蓝箭嘴系咪真系废噶？我想问，有火，咁红红绿绿啊，争咁一个中间啊！一見到盧比道爾就知道冇運合，不論是呢個萬聖節嘅給予盧比道，定係呢個喬裝成聖誕狼嘅盧比道都係嘥氣。我嗰50波波就係咁樣斷送咗喺盧比道嘅手度，好失敗。點解咁多 R？ 點解而家越嚟越孤寒啊？係咁出啲 R 做乜鬼啊？係好攰啦，我好難先可以儲到50個波波噶。剛才不是說開這個神抽失靈的，之前呢我經常一抽入雲的，還有呢會 feel 到那個吉時，就是近排呢我什麼都 feel 不到，就算我帶我這個變這個西拉門變身器來都沒用，真是太慘了。強哥這個我不抽了，因為呢是有上波波的關係，所以呢每天都還可以抽一次的。咁我希望咁样一下一下咁样可以抽中啦，同埋之前储咗呢啲券都未用，可以试下。你哋抽唔抽到啲咩好嘢啊？其实咧，佢而家出呢个日本队咧，我就冇特别抽佢。咁我知道有好多盟友可能已经储齐晒啦，因为我就觉得太屈机啦，我要成队咁样中晒，咁就会同我呢、這个微货嘅理念咧就唔系太相符。所以我都是輕鬆玩下喺度抽咯。咁嚟緊聽日已經是 Christmas Eve 啦。咁我就喺度諗啊，點解佢冇特別喺聖誕節或者喺平安夜出一個特別抽，例如係聖誕利雲 BB 啦，或者係一啲特別嘅嘢嘅咧？佢就係推出咗幾個活動啦，同埋可以全服一起去打嗰啲 share 任務啦，即係唔止係盟友，你仲可以同哇！我第一次見呢隻色嘅。都是冇料到，仲可以同其他多数都系日本人噶啦，就打足少咁，我都试过。第一日咧就有少少窒机，之后而家都 OK 啦。不论系自己开间房啦，或者去入人哋嗰度咧，都冇乜问题嘅。今日咧我就尽量抽晒啲券去啦，石咧就应该都冇啦，啲任务啦、故事啦，全部都打晒啦。所以咧就唯有靠嗰个每日游上波波搏下，睇下可唔可以抽到啲咩好嘢。同埋咧近排咧我捉少咧都坏坏地嘅，计上次直播咧开唔到 PVP 之后咧，跟住咧有时而家咧就系、是、好似呢个情况咁啊，就系、是、会 hang 住咗喺呢一版。咁咧大家咧就可以见到咧右下角嗰个智慧咧系继续好努力咁喺度奔跑紧。唔知道你哋有冇呢個情況，同埋咧會成日彈 error 咯。我希望嚟緊可以有更新，搞掂咗呢啲問題。睇嚟咧，我要重開一下。咁我哋要數一二三，將呢個捉兆整翻好啦。一、二、三，噔噔，已經復活咗啦。的確係壞咗捉兆。好，咁已經冇嘢抽啦。可以試下抽下呢個嘅，係打活動翻嚟嗰啲券咯。同埋另外都想問下大家咧，如果抽波波，你哋係中意拍片啊，定係中意睇直播咧？不過據說咧，直播抽波波咧，塌嘅機會好大。不過就算家陣拍片咧，我都唔見得係有幾咁勁啊。所以下次咧可以試下直播同你哋抽啦。這個我記得是很易中的，每次這些券呢送的抽都是很易中，還有現在新的貨已經多了很多了，這些黃色、白色的貨，以前呢逢是看到橙色箭嘴、橙色貨加上咒字就一定有運行，
而家已經冇呢支歌仔唱，同埋我個倉已經爆啦。我辛辛苦苦儲翻嚟嘅波波又犧牲咗。不過另外可以提下一啲微貨重貨嘅玩家啦。如果咧你哋貨金抽開波波咧，其實抽咗三次之後咧，你就有一次免費嘅啦。咁而我亦都有朋友係喺免費嗰次嗰度咧係抽到太耐，所以你哋不妨可以試下啦。倉庫爆滿啦，而家咩都做唔到啦。咁另外就祝你哋聖誕快樂啦！咁聖誕節25號嗰日咧，我就會留喺屋企咧做直播嘅，到時睇下會玩足球小將啦，定係玩其他 game 啦。咁好啦，再見啦！希望你哋都抽到你哋心目中嘅卡啦，拜拜。